不，不是你这么好看了、这眨眼的功夫怎么又出上东西了？这也太夸张了吧！糟糕，一个人。哎，小姐姐，加个微信呗。不了。哎呀，没关系，加一个呗，加一个。我有男朋友了。哦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感觉不错。你干你的呗。哦。好，开始。小哥哥啊，加个微信呗。可以啊。什么意思啊你？对不起，我永远都学不会怎么拒绝你。我永远都学不会怎么拒绝你。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，甜蜜的梦想。啊，怎么了，总监？公司新来的同事朵朵，带着她。哦，行。老板女儿机灵点。明白。杨哥你好。你好。嗯，这是我最爱喝的奶茶，那给你。谢谢啊。不用谢。小王八蛋，想造反的！要卖奶茶呀？哦，不是我买的，是新来的同事朵朵送我的。你这个豆浆是给我带的吧？给狗带。我，夕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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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听我说。别碰我。碰别人的手，不要碰我。夕阳，你原谅我吧，我下回再也不要其他女生的礼物了。你还想要下一次？不是，你就原谅我嘛，你别生气了，好不好？你别生气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那我走吧。去哪儿啊？那你是我拿的奶茶。这个。你给我洗手干嘛？你的手碰了别的女生的东西，你觉得还干净吗？原来你在这呢，我找了你好久。我新买来的电影票，你能陪我去看吗？我给狗带。我新买来的电影票，你能陪我去看吗？我夕阳，人家都给你了，你不去看、走了。夕阳，不要迟到哦。夕阳，哎呀，夕阳，你别生气了，我没打算要他的电影票，这不是你拿过来的吗？我没生气啊。你没生气，你跑这么快干嘛？我不跑，我在那跟他大眼瞪小眼。那这电影票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你俩去看呗。哎呀，你别闹了。我要跟他一块去看，你不得把我杀了呀？你傻呀？我怎么傻了？你就不会给我也买一张啊？这电影也看完了，你们也渴了吧？我去给你们买点东西。你喝什么？我要上午奶茶，我要矿泉水。行，你等会儿我啊，马上就回来。我回来了。